我在那个洞口，现在下雨又出太阳，大家都来躲雨了。你看这雨蛮粗的，因为这边收讯不好，所以只能用直播的方式。看大家都来躲雨，一群人，这里很漂亮哦。这样子看不漂亮，对不对？进去一点后退会更美哦。你看太阳很大，还在下。大家都来躲雨。我跪了，不好啊啦。美好，超级美，与你分享。